7月5日，黄磊的老婆孙俪在网上上传晒出一组两个女儿的美照，照片中多多和多妹一起在舞台上走秀，两个女孩清新美丽，仙气十足，妹妹有些羞涩胆怯，姐姐多多十分暖心地牵着妹妹的手给予安慰，脸上的笑容恬静具有力量。孙俪配文称，当看到姐姐牵着妹妹的小手出场的时候，我红了眼眶，为妹妹小小的勇敢，也为姐姐大大的承担。黄磊孙俪拥抱亲吻女儿，一家四口十分温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